下啊，我们等一下下，我们8:05开始啊。所以，而且进来的同学，你们先拿出那个上个星期的那个 practice box enum，还记得没有？practice box enum，我们还有那个几个练习还没有做完的。下，不是这个。记得吗？这个 practice 有印象吗？啊，我们先那些进来的同学啊，先做这个 practice about enum 的 objective。给、okay, 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做了第六、第七、第八这三题，对吗？好，然后剩下的那个 objective 把它做完它。哎，我们在等其他人的答案，我们先做完它先，然后我再跟你们讨论。哎，总共有10题的啦，我们做了3题，还有 那个7题要做。看一下啊，人数是13个。All right，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了吗？我们一起讨论啊。然后，因为我今天想，如果有点时间的话，我想要进 Bug Dojo。没有时间的话，我要进 Bug Dojo 了。那些 Bug Dojo，我相信有一些同学你们已经拿到了嘛。除了那些新刚刚才 join 我们补习班的同学是没有拿到的，像学明他们这样。来，OK，来，不要紧，我们先看这个practice enum 的 bottom enum 的哪边先？第一题，OK，这个是关于什么啊？哦，还问你谁menggunakan gelaran Sultan Alauddin Riyad Shah 第一代？这个人当他登基成为之后 Riyad 的时候，他用了这个名字是谁？你们懂吗？这个 siapa yang menggunakan nama 这个？Sultan Aladdin Alauddin Arya Shah，在我们的这边就有了。所以，哎，Raja Ali 他们 menggunakan 这个 Sultan Muhammad，这个 Alauddin Arya Shah，他是 Sultan Mahmud Shah，哎，马六甲以前的那个 Sultan 的儿子，来成为 Sultan Johor 吗？第一代的 Sultan Johor。所以他是 Alauddin Riyad Shah，所以答案是 Raja Ali A。OK，第二题，不过 factor yang menyebabkan 这个 Raja Ali 啊，也就是说，不可以叫 Raja Ali，他成为 Sultan 了。Sultan Alauddin Riyad Shah satu membuka pusat pemerintahan di Kota Sayong，对不对？其实他们有三个 kota，对不对？有 Kota Kara、Kota Sayong 跟 Kota Batu。这三个原因，为什么这搬迁？因为为了要这个可能军事的策略、防卫的策略跟防卫这一个就是这是一个 strategies 啦哈，来去捍卫自己，哎，不受到 Portuguese 跟 Aceh 的攻打。所以这个他问题问 Kota Sayong 对不对啊？为什么他会选 Kota Sayong 呢？有几个原因，为什么？因为这个 Kota Sayong 是 lebih selamat。
然后它的河怎样呢？这边国道上有一条河啦，那个河是比较窄的，哎，说这个战船呐、啊，可以像 Portuguese 战船啊，阿杰的战船啊，比较难进入这一个河流啊，通过这个河流进入这个国道上用，所以它的不是 Pemerintah 它搬去国道上用，是因为 lebih selamat， 所以kawasan ini lebih selamat。还有三个不同的原因啊，给 Kota Kara Kota Batu 的不同的原因。 Kota Kara 是因为 它附近有这个很多山啊、哎、很多山可以防卫咯，成为防卫。然后 Kota Batu 是因为这个 Lokasi Strategic、哎、然后方便这些商务船、啊、进入这个Sungai Johor、OK， so 接下来apakah cabaran yang terpaksa dilalui oleh Kesultanan Johor Riau dalam mengekal kedaulatannya? Eh, 有什么 cabaran? Eh, 其实有几个 cabaran 啊，如果像那些，哎，刚刚我们的前面还没有，哎呀，我不小心关掉，我再开回我的发一下，我不小心关掉了，这样子。啊，所以有什么 cabaran 啊？我记得是什么，有那个 ancaman Portuguese， 对不对？这个，这边如果没有印象的话 ，Cabaran 包括了什么 ？Persaingan Johor Portugis 三角战 ，Perang Seratus Tahun 对不对 ？Johor Aceh Portugis， Perang Johor Jambi， Johor 跟这个 Jambi 在争什么地方？争这个东道的这个地方。然后他的大臣你们吵架 ，Laksamana 跟本达哈的吵架，还有另外一个是Ancaman Raja Kechil， 给 Raja Kechil 讲他自己是那个苏丹马木的儿子，马上要拿回这个王位，啊，是不是有这个 Ancaman？ 这四个 Ancaman， so 是哪几个？有讲到 conflicts 本不杀有了哦，对不对 ？conflicts 本不杀，还有 Ancaman Portuguese 罢了没？还是 Persaingan？该是不三样，就和阿切跟 Portuguese 可以说是一跟四啦，答案是 boy， 哎，一跟四 boy， 一名你进来了吗？一名，我也看到一名的，嗯，没关系，给、okay， 第四题，一名如果有进来的话。跟我 say hi 一下，在这边呢，有东西要跟你讲一下。那第四 ，pada pandangan anda， OK， mengapa pusat pemerintahan Kesultanan Johor Riau sering berpindah？ 就刚我讲的，为什么他们一直要搬迁呢？他们的 pusat pemerintahan， 他们的执政中心，从一个地方，还有 Kota Sayong， Kota Kara， 还为什么他们一直要搬呢？搬去不同的地方呢？是因为什么？为了要memaju kan ekonomi， 要发展他们经济，有讲到吗？没有吗？因为他们的 pemerintah 实在是不办，因为他们领导人他们苏丹一直换人，不可能哦。mencari pusat pemerintahan yang berhampiran sungai， 不可能，因为这三个地方都是靠近海的，哎，河的吗？所以不可能呢、啊。所以答案是什么？他们的 strategy 战略啦，策略去防卫不受 Portuguese 跟 Aceh 的攻打。哎，刚刚我还讲了，哎，所以答案是 Jongki。意思是 Donkey。好，那些刚刚进来的同学啊，我们是在做着那个 practice enum， OK， practice about enum， 这个是我上个星期我才 upload 的，所以你们是没有拿到那个 hard copy 的啦。啊，一名进来了。干啥？OK， 都 join 到了有吗？我看一下，一名，啊，快点，一名做准备一下，不懂要问我啊，一名，不要静静那边哦，跟不到的话要记着跟我讲啊，任何人啊，谁在这里，如果我讲的太快，还是你们不明白我讲解的东西，你们可以在。直接告诉我，哎，直接开你们 speaker， 或是开你们写在一个 chat 这里，告诉我你们什么东西跟不到，是太快还是怎样？可以再解释多一次吗？可以，可以，不会我会讲到你们明白为止了。
因为这是补习嘛。Okay, 不会就要讲到你们明白，教到你们明白，要学到明白为止。OK, 第五题，我看 ，Apakah bantuan yang diberi oleh Johor dalam perang Belanda Portugis， 对不对？这个 Johor 本来，因为 Johor 哈、哦，它原本啊，它的我们讲它，我们算是它的根呐、啊，它的祖先呐、啊，是来自格苏丹的马努马拉克的，对不对？像苏丹马穆沙，对不对？所以酒后呢，他们都一直想要把从这个啊、Portuguese 的手中从啊夺回这个马六甲，所以单靠他的一个人的力量，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本兰德呢，他就 offer 这个班端，这个给这个酒后，他讲 OK 了，我可以帮你赶走这个 Portuguese。所以这个酒后呢，在这个本兰德跟 Portuguese 在这个马六甲战争的时候。Portuguese 就后给了这个本兰德一些帮助 ，OK， 这些帮助包括了什么东西？包括什么？如果你不懂的话，答案可以在那里找到，就在我们的 Nota 这里。哪里啊？我忘记了。不，这个。在鸟啊，在第几面了啊？你们知道吗？第几面可以给我讲一下？我找不到，我都忘记在第几面了。有吗？还是觉得可以找到这个罗大在第几面有这个班端，就霍格巴德布兰德的。有吗？有些人找到吗？啊，说看回去有多大，快点！哦，应该是这里，这里，我找到了。哎，我说拍不到，猜你们多大的、第几页啊？在 6.1 的最后一个 part， 第四面。Yes， 又看我找，我也是突然叫我找，我也是找不到。啊，这边来，这个班端啊，最后的还到布兰德的，给包括的蒙安嘎巴让把阿拉丹布让啦，这个为什么我要重新给你们看过？是因为很重要，常问的。最后他给这个布兰德什么帮助？第一个，他帮他们搬这些战争的这些器材，帮他们建这个大炮的那个基地，去挖地道，蒙阿里巴里库布。然后蒙耶干穆苏拉利格达拉姆，他就什么阻止这个 Portuguese 啊，他们跑进去那个森林里面。然后蒙奈干什么干等等人本来的就为他们加油打气。然后第最后一个什么蒙个泵包围跟攻打这个 Portuguese 的蒙那个。所以这一些是班端亚迪伯里奥利久后打掉这个本兰德啦。所以答案是什么？有没有蒙无线？蒙无线是驱赶，他没有蒙无线啊，他蒙个泵。他包围说这个错了，蒙不高的那个部落有没有？没有啊，他只是帮他们去搬那个安格达德勒嘛，然后个什么帮他们蒙巴达巴马里亚对不对啊？那答案是 A 咯，蒙巴达巴马里亚有没有蒙巴杜达里斯基格王案？本兰德不需要你帮用钱帮他，他们有的是钱，所以他们没有用金钱上帮助他们，也是 A 啦。OK， 然后第八题做了，对不对？六七八我们做了三个星期，然后第九、第十还有两题，我觉得蛮难了都。呀，还有点没啊，有点歪歪，其实因为我用 scan 了，所以它有点难看呐、啊，讲究一下哦。OK， 第九题，敦斯利拿浪，他写了什么书啊？就是啊，我们上个礼拜的练习有做到的。他们有孙什么了？这个苏拉拉德萨利丁东基，啊，有印象哦。OK， 第十题 ，apakah yang perlu dilakukan oleh masyarakat di negara kita untuk mengembalikan semula kegemilangan Kesultanan Johor Riau dalam bidang persuratan？
在他们的文学那边，不说，但是文学啊，我们要怎样去恢复他们当时那个这种我们辉煌时期啦？这个很容易的，这是 K 版来的，答案是最简单，我看就看到答案了啦。我们不需要，我们不要蒙哈嘎意啊，不要珍惜他们啦。C 是错的哦。Bersyukur，terhadap kegemilangan kesultanan Johor bersyukur pada mak, 因为我们有讲到的是 bersuratan 哦，所以这边没有讲到 kegemilangan， 所以比较正确是，我们要 mengembangkan 他们的 bersuratan， 发展这个Johor Riau的文学，所以是 boy。Right, done. Okay, 好，做完的话，我们现在看 bagian B. Okay, bagian B 的第一题 A 哈，我刚刚才讲到的三个地方，哎，曾经成为这个Kesultanan Johor Riau 的执政中心，那三个地方，那三个国大写出来给我，现在一分钟 ，satu minit tulis jawapannya。懂吗？有什么国大？什么国大跟什么国大？有三个。第一个是国大卡拉，对不对？有印象没有？国大卡拉，国大卡拉在哪里？在北干多啊。然后国大。沙用对不对？我们练习上面有做到的，我觉得第一道题，国大沙用，哎，沙用，国大沙用在沙用避难，然后一个是国大巴杜在九后喇嘛，这个国大这些名字要记起来哈，九后，哎，抱歉，九后。喇嘛，国大嘎啦，这 K 是大写啦，你们自己写下去的。国大沙用，国大巴杜这三个地方，然后要记得是为什么他会选这三个地方呢？啊，国大嘎啦是不给不高，国大沙用是因为它的河比较深背，国大巴杜是因为那个九松安九河啊，可以方便那个卡包不打港岸进出嘛。刚我讲到了这三个。啊 ，B 也是我刚刚才讲的。啊，阿布加啊，其实有四个查巴人啊，阿布加查巴人的哈达比欧里格苏达人就和里奥，达拉蒙格高干科达尔丹亚，那四个其实这虽然讲这个问题是要你写三个，我要你们写把那四个都写出来给我，什么查巴人，来写上去一下啊，一样的，给你们一个四分钟。什么什么什么跟什么，应该会吧？查巴兰，啊，这个也是在这个 bot 里面的，我们讲会很常问到的那个问题啦。OK， 所以第一个查巴兰是什么啊？那个不让斯拉都是打混的三个地方的，不三英安，不三英安什么？九号。Aceh, Portugis, Johor, Aceh, Portugis, 还有什么？那个Johor 跟那个有个地方，他去争那个通告这个地方的，记得没有？不让 Johor, Jambi 争那个地方叫通告这个地方了。然后还有什么？
他们大声的吵架，对不对？Conflicts。Conflicts 啊、不是啊，还一个是什么？Enchantment。加 control。OK， 好，都写好了吗？这 D、A 跟 B 的答案都有跟到吗？大家，今天蛮多人的哈，我看一下多少，有18个学生在这里，都跟到我吗？跟不到要跟我讲啊！如果没有人回答我，你们全部没有一个人开 camera 哈，我们的 rule 是什么啊？还记得吗？大家，没有提醒你们，大家都是不会做的。我之前我们讲的 rule 是怎样，大家要开 camera 嘛，对不对？啊，一个两个都没有开，啊，有的之前有开了，到现在没有开了。OK， done。我们看 C 的 ，C 的是 K 八的题目，把的板凳案按的，有点歪啊，不好意思啊。Apakah yang perlu dilakukan oleh seorang pemimpin？bagi menghadapi ancaman dari luar negara 或是 dari negara luar， 明白 这题目要找什么吗？他讲如果你是一个领导人啊，国家领导人啊，我们要该怎么做去预防这个外来国其他国家对我们的威胁啊？有没有读新闻吗？最近这几天的新闻啊，今天我才看到一个新闻，什么我们发现到中国的那个海军 啊进入我们的海域，对不对啊？然后前几天是讲中国的那个战啊，那个他们那个什么飞机啊战机啊，在我们的领空啊，我们的空中，哎，领土的空中那边飞，哎，这个好像挑衅的动作这样的啊。如果是你是一个本民兵的话，你要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啊？就如果其他国家攻打你的话，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就好像那个苏丹就好这样子啊，像那个 Portuguese Aceh 攻打他的话，他会想出办法啊，做出一些 strategies 来去避免他嘛。就是 for example， 他们选择去搬迁他们不是本命大汉，所以第一个你要做的是你要比较 mengatur strategy 策略来去安排一些策略，要写。比较很多 strategy 写上来。第二个呢，如果人家攻打你了，你自然而然一定要加强你国家的防卫系统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蒙古过干你的 pertahanan negara。加强国家的防卫，不单单是防卫。哎，记起来啊。然后还有什么呢？成为一个领导人，你应该要 mempunyai semangat perjuangan yang tinggi。啊，不然是人家攻打你，哎呦，受到一点挫折你就放弃这样子，你要有什么不就忘了定义。跟另外一个是，你必须要有 cekal， OK， cekal 的意思是坚强啊，哎， cekal， 坚强，dalam menghadapi cabaran。坚强的去面对
挑战 challenge 是挑战啊，如果不懂的话写上去挑战。不，变成了 challenge 是挑战。OK， 下下我们去看 number two 啊。OK， number two 啊，它讲什么 ？Gambar berikut menunjukkan pusat perdagangan Kesultanan Johor Riau yang menjadi tumpuan para pedagang， 对不对？这个是讲到它的 economic 的，那个Pelabuhan那边啊，是这边有上个礼拜有讲到的，我还记得的。它讲，它问题来了啦，它讲，nyatakan 啊，这些是废话，通常我不看的这些废话的。我直接看题目了。Nyatakan kemudahan yang disediakan di Pelabuhan Kesultanan Johor Riau 有一些什么设施？在这个Kesultanan Johor Riau 的港口啊，他们有会可以得到的，会他们提供什么设施的？在这港口这边，第一个是什么？有这个货仓，还记得没有？那个货仓是在哪里的？是在地底下的，有没有印象？我上个礼拜讲，为什么这货仓要在地底下？要避免火灾吗？所以他们把他们的货物全部收在地底下咯。所以是第一个的科目的哈，你们可以写他们menyediakan gudang 就是货仓的意思啊，不懂，如果你不懂的话 gudang bawah tanah untuk menyimpan barang bagimengelakkan daripada kebakaran. Menyediakan gudang bawah tanah untuk menyimpan barang bagi mengelakkan kebakaran. Itu so, tiga kemudahan no.第二个格布达汉有什么东西？所以在这个巴拉伯汉里面啊，是很繁忙，对不对？很多人呐、啊，很多商人来啦，所以一定有一些官员。这官员我们叫什么？沙班达，对不对？啊，来去管理这个港口的一些事务，所以他们提供menyediakan pegawai terlatih， 是受过训练的 ，untuk mengendalikan urusan perdagangan. Tulis ah, jangan tak tulis. Mesti tulis. Buat nota sendiri. 为什么这个练习会这样好？会，我觉得做练习会比较好，是因为它可以方便你们去读啊，可是，啊，这些都是它的 keyword 来的 key point。那有时在挪到很多字，你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嘛？做练习，看它直接给你答案了，可是你能读，直接读这个问题，就可以知道它的答案了。第三个呢，在这个巴拉伯汉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三个人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嘛，所以它提供。商品啊，给这个商人，包括了什么？有拉达希丹吗 ？Rembaratus 啊，对不对？哎，membekalkan barang， 喂，这样又跳上去了。membekalkan barang yang diperlukan oleh pedagang。seperti kau cakap apa? Lada hitam, betul tak? Lada hitam dan rempah ratus. Rempah ratus itu siang liao.
给你们点时间先啊，如果你们写高潮了。OK， 好，我看 B 啊 ，B 是讲到什么？欧让老问，还记得吗？应该又有印象啊，这个也是上个礼拜讲的。欧让老问的功不是功能的，他们的什么角色？哎，欧让老问的角色有很多，怎么样？在我们的罗大里面有了这个。Peranan orang laut， 啊，港口的侍卫啦，拖船的啦，导航家啦，啊，那个本阿哇，这个整个那个斯拉马拉克的海域的那个，我们讲侍卫啦，跟安嘎达等德勒啦，啊，是不是很多？啊，写几个出来。第一个，他是嘎诺本阿哇，布拉波汉。第二个是拖船的叫什么？Penunda, penunda kapal dagang. 导航家呢？导航家我们叫 petunjuk arah. petunjuk arah. 给谁？ kepada orang.不是我让，应该是给他的巴拉和大刚。Okay，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是本阿瓦那个巴埃兰佐后跟斯拉马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写本阿瓦写上去。OK， 为什么要这么写？当然方便你们去读。改天本阿兰佐后跟斯拉马哥。这个也可以，你可以挂胡啊，你方便啊，因为它也可以成为这个等得了啦，等得了老二咯。OK， 来，好看 C 的，哎，写完了吗？大家没有写，没有写完要告诉我啊。OK，C 的 ，orang rawat menyumbang kepada kegemilangan kerajaan Johor Riau. So apakah nilai yang boleh dicontohi daripada peranan orang rawat？ 啊，这些 orang rawat 从这个他们的 peranan。这些本来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他们什么一些你来啦道德观念。第二什么你看他一个人哦，我让他有这么多的角色哦，所以可以讲到他们是一个很勤劳，对不对？可拉金南哦，可拉金南，然后他们也成为等德勒拉沃哦，等德勒拉沃一定要有什么的那个你来答案是第二啦。Pada pemerintah. Ayo, 成为一个不然啊，那个pengawal侍卫，成为一个等得了的话，你一定要是berani勇敢。OK， 还有一个什么kegigihan，很坚决，不容易放弃的。所以你想到什么好的你赖上去，然后不当公家哇也是可以。
OK，行。上面的谁有什么 part？谁还没有抄完的吗？谁是 miss 掉的，没有跟到的？现在告诉我啊，不然的话，我要进那个第七课了。说、第六课，哥苏丹安就和里奥，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 part 你们是不明白的吗？诶，我觉得第六课是这样子里面最容易的，对不对？嗯，最容易记的，最容易明白的。Alright，OK，so 没有的话，我们现在来看第七课啊。就如果你们有 note 的话啊，去拿你们 note 出来，第七课准备一下。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了的。真难，你有没有拿出来？第七课有啊。OK，好，那些还没拿出来的，你现在去拿。我先 end 掉这里，因为差不多也是时间了，剩1分钟多罢了。你们重新的 join 回来，我们就开始第七课。亚叔给你们点时间去准备一下你们的脑袋也好，休息一下子也好，然后我们要进第七课了。啊，现在啊。